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量词。量词经常和数字一起使用。The structure is number, measure word, noun. 我们都知道个，比如一个杯子，两个人。那个就是 the most common measure word。还有很多量词，有说小动物的只，比如两只猫，一只老鼠。还有说平面的，很薄的张，比如一张纸，一张桌子。那汉语中有200多个量词，需要我们慢慢的学习。今天的量词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你学会了吗？